新加坡安德逊中学，一所新加坡混合教育中学。安德逊中学是一所新加坡混合教育中学，该校于1960年成立，后于1994年成为自治学校。安德逊中学创立于1960年，当时为一所女子小学，该校于1964年成为女子中学，后于1965年开始招收男学生。该校曾经坐落于史提芬路，于1984年搬迁到红帽桥44街。1993年12月，学校再次搬迁到红帽桥53街。1994年，鉴于优秀的学术表现，安德逊中学正式成为自治学校。1996年，安德逊中学推行了学生与教师工作台计划。1997年，被选定为十所信息技术示范学校之一。2004年，获得了优秀学校奖。作为一所非直通车制中学，安德逊中学提供三种源流课程，分别为快捷课程、普通学术课程和普通公益课程。哦，水准快捷课程，安德逊中学提供考取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、普通水准会考文凭的4年制快捷课程。 N 水准普通课程，安德逊中学提供考取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、初级水准会考文凭的课程，分别为普通学术课程以及普通公益课程。你也想与优秀的人同窗吗？你还想知道关于安德逊中学的哪些信息？请关注新加坡袋鼠学，帮你离梦想的名校更进一步。